不能说帅吧，在冰球这条路上只走了弯路，没走了直路。我是陆朱迪，我是昆仑红星队的冰球运动员，很积极向上的一名年轻球员，挺懂得享受生活的一个人。A young Chinese prospect, and he'll be good in the future. 我小时候钢琴跟冰球确实在我的爱好中算两个最大的吧，我的时间也分配在这两个之间，但唯一的区别是我真心的喜欢打冰球，但是非常不喜欢弹琴。虽然是我自己选择开始学的东西，但是到最后发现很枯燥。当我9岁的时候需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我就选择了冰球。我小时候其实性格非常内向，也不能说温柔吧，但反正就是很不男子汉吧。我觉得冰球慢慢的改变了我的性格，尤其在开始冲撞那几年，2、3岁的冰球真正的改变了我，因为它强迫着你成为一个更男子汉的人吧。在更衣室里需要跟新的队友们聊天，新的队友交流，培养了我变成更大方的人吧，可以更大方的跟别人去交流，别人去相处。我在美国如果在一个队上打得不好的话，那就会受人欺负的；如果打得好的话，那我就会受人尊重。父母也没有把我向往这个方向推，也没有想象我今天能成为职业运动员吗？我只是跟着我一个爱好走到了今天。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也是一步一步的事，不是一个早就设计好的了。我9岁去美国打球，我父母为了支持我去美国打球，他们就分开了住嘛，因为我爸得在中国工作，中国挣钱，然后我妈带着我跟我妹去美国，所以他们可能常年都不怎么见面，然后我爸有空的话飞过去。我妈以前是一个挺很好的编剧，但是为了我的生涯就不再写剧本了，再开始就完全当一个母亲嘛，然后再加上为我提供所有周围的环境，我父母为我的生涯牺牲了很多。他们作为我父母，他们肯定认为应该做这些事儿，应该为我牺牲，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还是感觉需要回报但无法回报的。中国学习的小孩太多了，但是中国打冰球的小孩远远不够。很多家长认为冰球这项运动没有太大的出路，因为没有可能真的打进职业队，或者没有可能真的最后当上职业运动员。我认识很多孩子在14、15岁的时候都为了学业而放弃了冰球，但我觉得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就哪怕冰球最后不成为你的职业，也对你有帮助。像在我身上，冰球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，然后变得男子汉了很多。我其实最大的建议就是，希望更多的小孩打这项运动。我觉得压力动力都有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两个都有一点点是好事。花多长时间在冰球上？大概3、4个小时吧。除了冰球，我还喜欢别的什么运动吗？当了职业运动员之后就很专心这一项运动嘛。但是我之前骑车、游泳、羽毛球什么的都稍微打一点点。训练以外时间会做哪些事情？最近我很喜欢下棋和做饭。打冰球有没有赢得更多女生们的关注？我也不知道，希望有吧。如果吸引男生的话也没事啊，我不歧视。你更想成为哪个 superhero？我觉得钢铁侠吧，因为他穿着一身护具，跟冰球运动员挺像的，然后他用他的钱为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。说实话，我来昆仑红星打球，我来当职业运动员跟钱没有太大关系，能够终于靠冰球养活自己，不需要父母的支持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感受。我可能唯一遗憾的是，我听很多周边的队友都跟我描述他们就是在大学的经验嘛，就是大学不是真正学习方面的经验，而是就是在社会中跟朋友交流，在那儿遇到的人建立的关系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有一点点遗憾。
我这辈子有过很多好的教练，有很多好的指导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教练是失败嘛。只有当你失败的时候才知道该怎么做。对于我来说的话都是好事，都是帮助我今天能够到这一步的事儿吧。我觉得离你说的所谓的精英还远，其实才刚刚踏上职业运动员这条路嘛，所以我会以后一直努力的。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足够好，但是我只要一直努力一直进步我就满足了。比较大的一个目标是2022年的冬奥会，我希望2022年的时候我可以在队里起到一定的作用，能为国家争光吧。